你对暗恋的理解是什么？大家已经不开始回答了，我来看看他的任务。哦，这有点刚刚跳过街舞，然后又要来做着这个是体力活，你可以吗 ？OK， 做五个俯卧撑，边做边用苦字和网络热词造句，比如说这个网络热词有什么？确认过眼神啊，这些，你想想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我来帮你啊。是爱吃苦的人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是人上人。谢谢。好了，轻松过后呢，要开始三个人的表演了，所以你们要好好加油，下去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待会见。Hello to me, hello.